嗨，我是比尔·克莱奈特，我们将给您展示雅马哈 MX 系列的键盘。我们有两款产品 MX49 和 MX61， 它们拥有1000多种来源于 Motif 的音色，它们可与电脑协同工作，它们也拥有 MIDI 接口和音频接口，通过 USB 可以连接至您的电脑、iPad 或笔记本电脑。您拥有它，就相当于拥有了整个音乐工作室。MX 拥有 Motif 的音色和效果，琴上内置了 Motif 所有的 VCM 效果。在舞台上，一个按键就可以实现音色的叠加和分割。Performance 模式中，有16种音色随时等您调用。您可以迅速地在不同的音色中切换，听 Motif 的系列音色。叠加音色简单到只需按下一个按键。打开内置的节奏轨，弹下一个和弦时，节奏会同步开始。128个复音，可以远程控制你的 DAW， 可以轻松地用键盘面板的按键对 DAW 发出开始、停止、ARM 等命令。它提供多种 DAW 的控制模板，例如 Cubase、Sonar、Digital Performer、Logic 等等。您可能对产品的便携性比较感兴趣。MX61 键重10磅，49键的只有8磅重，您可以买一个背包，相当不错的，可以带着琴去任何地方，它的便携性很好，随时可以出发。MX49、61值得选择。感谢观看，更多资讯请访问键盘中国论坛，我是管理员陆文，期待与您一同交流探讨。